近日，赛琳娜被捐肾好友取关一事引发热议后，有网友发现赛琳娜在不久前的采访中透露，她已经把自己的新肾脏命名为 Fred Amazing。 她说，我这样命名是因为我喜欢波特兰蒂亚，我从未见过她本人，但我暗地里希望她能发现我以她名字命名肾脏这件事，因为我希望她能对我说，这行为好古怪哦。